在60年代，由於抗生素和蟲害藥的廣泛使用，很多科學家和醫生都相信傳染病很快會備受控制，不再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在1997年，香港出現過禽流感，造成了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似乎人類能夠絕對控制傳染病的日子仍然是還有很久。好啊，好啊，海洋公園的獸醫近年來很留意海豚的健康，他們用甲級的冰鮮海魚，再加入各種維他命和藥物去餵飼，希望增強他們的身體抵抗能力。因為本港的海豚曾受到一種叫做類鼻椎菌的傳染病威脅，這種相信由泥土和風散播的傳染病已經奪去幾十條海豚和蟻殺人鯨的性命。本來這些與人類醫學無關的細菌，最近成為港大醫學院研究的對象，因為類鼻椎菌已經開始傳染給人類。目前本港每年約有10宗8宗個案，病菌會入侵人的肺和血液，嚴重情況可以致命。我們就嘗試在不同香港不同的地方呢，找一些泥土的樣本，你要看看會不會有這隻菌的存在，繼而再看看這隻菌在這個環境裏面，以及在人裏面找到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基本上的分別。很多我們完全不知道或者未見過的微生物呢，是有機會產生一個傳染病的疫症的，它可以在人裏面、在動物裏面，或者間接地由動物傳染到給人的，我們叫這些就叫突現傳染病。一向以來，人和動物很少感染同一種病，但是細菌和病毒不停改變，近年由動物傳染人的疫症越來越多，破壞力亦相當大。一度是馬來西亞最集中養豬地白納督，今日處處可見廢置的豬場。达拉瞓在马来亚大学医院已经个几月，一直神志不清。他是一位猪场工人，证实患了立伯脑炎。立伯脑炎是一种新病毒，最初只是感染猪只，后来感染埋人类。这种病毒去年侵袭马来西亚，几个月内就夺走了百多人的性命。60%他们就昏迷了。昏迷了之后呢，大概有32�个病人就去世了，那么其他就复原了。复原了多数呢就相当康复的相当正常了，不过大概有10个病人左右他们就有一些障碍。这些是病发者的脑部磁共振影像，白色的部分显示受病毒影响的病人脑皮层，脑部血管被严重破坏。你看是每2秒钟在那里动起手一摆不停的。陈教授觉得达拉情况并不乐观，药物已经没大帮助，他形容立伯病毒很可怕。吉隆坡以北的怡保，山明水秀，风景宜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一年前疫症首先爆发的地方。去年这里的猪场有猪只陆续染病死亡，病猪初时会大声咳嗽，后期就四肢扭曲，行动困难。一些打理猪只的工人亦同时染病，发烧、头痛和昏迷，症状类似一种由蚊传播的日本脑炎。由于日本脑炎在马来西亚时有发生，于是当局就进行灭蚊工作以及为居民做防疫注射，点知情况并没有因此受到控制。
两三个月后，仲蔓延至南部的白纳督主要养猪区，那里有更多猪只和工人染病死亡。We collected the specimens from the fatal cases, and we put them into various what we call cell culture in the lab. We also put them into mosquito larvae, because we have developed this method, and this method has been shown to be very useful for JE. We tried isolating JE virus, but they were all negative. The only thing that came up was a virus that destroyed the cell very quickly. 一场大规模不知名的病毒疫症已经爆发。猪场内其他动物亦感染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派员去出事地方协助解剖研究工作，而微生物学者就设法以第一时间送样本到美国鉴证。四日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证实不是日本脑炎，是一种类似在澳洲杀死马匹和人类的肯德拉病毒。军队于是荷枪实弹进入白纳督，勒令猪笼离开，拆毁好多猪棚，同时将几十万头猪只全部杀死，即场埋掉。紧猪喺呢度啦！你哋有几多头猪啊？嗰阵时喺笼？三千几。咁而家全部一条都冇晒。害怕？时间到了不害怕？没有忧意了，怎样不害怕？猪农宇伯想翻旧年疫症爆发，仍犹有余悸。他的猪只冇病，但是一律要毁灭。为了生活，他花了半年将猪棚改装，一边养黄鸭和鸡，另外一边养唐室鱼。好像林嫂咁，今次的传染疫症就夺走了他丈夫和叔仔的性命。几岁的学生，我两学生呀，要住那医院呐，四天呀，就你去了。嗯，要叔叔住六天呐。年纪老迈的家婆对突然失去两个儿子亦受尽打击。啲呀无，冷呀无，啲话只坑嘛无，啊就算就能剪遮淡薄荔枝啊，无都无方向。林嫂住在双溪立白村，病毒就是以此处命名。因为这里疫症最严重，一共死了近八十个猪农，现在这里一只猪都没得养。现在有那些做那些种那些油仔做少少，现在没有的就打工，有人家有得打打，没得打就都是很艰难。还有那些病人未好，现在还有幾個啊，嗰啲都仔女細噶，嗰啲好，即係好艱難過。先講先，啊！一個本來身體健碩嘅豬農，由於中樞神經被破壞，變得語言不清，連照顧自己都唔可以。你現在困境啊，不做一點不能過。孩子要讀書什麼啊？以前是全部靠他，做工來維持生計。因為這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啊，我們就變慘。疫症确实对人命伤亡和社会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当地兽医病毒专家初时都以为立白病毒类似澳洲的肯德拉病毒，源头都是来自蝙蝠。由于蝙蝠喜欢食猪棚附近的榴莲，留下了排泄物污染猪场，病毒亦得以在猪体内大量繁殖。但是经过抽取了几百只蝙蝠样本研究，又觉得始终没有足够证据。Close to 15% of these animals react to Nipah virus test, meaning that there is evidence of antibodies in them, meaning that they are infected once. But these are not the only evidence of reservoir.
in order to prove whether the animal is a reservoir is to be able to isolate a virus, a living virus, which to this point we fail to isolate. 病毒源头一日未找到，疫症嘅威胁仍然存在。好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到快速测试方法，发现猪只再有感染就可以立即隔离，减低疫症嘅祸害。 I don't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prevent emerging diseases in any country, but the objective on a global level is to prevent it from spreading, and I think that is the key message. 传染病可以从人类频繁的航空交通，好快由一个国家传播到第二个国家，亦都可以从食物同埋禽畜嘅贸易，好快由一个地区传播到第二个地区。所以传染病再唔系一个地区性嘅问题，而系需要国际联手，共同参与，共同应付。 回顾历史，香港亦曾经受过可怕嘅传染病侵袭。喺1894年，太平山区一带爆发一种属于肺炎性嘅鼠疫，当时每日病死百几二百人，在区内楼房要消毒，病人要隔离到坚尼地城一间旧玻璃厂。传染病嘅祸害令香港有40%嘅人口流失或者死亡。 15、20年间，各地不断有大型疫症出现，越嚟越多系由动物病毒传染俾人类嘅，例如猴类传人嘅艾滋病、伊波拉出血症、马匹传俾人嘅肯德拉病，由牛、鸡、猪传俾人嘅疯牛症、禽流感、喇叭脑炎等等。咁样动物病毒又点样传俾人嘅呢？有理论话系人类烧山林、大兴土木，影响生态环境，令野生动物 释出大量病毒引嚟嘅后果，病毒亦都系一样，要传代咯。咁佢要制造好多好多嘅病毒出嚟，咁容易话污染咗呢个环境。咁第二只动物去到嘅时候咧，受到呢污染咗环境嘅病毒咧，感染到，咁佢又可以传代落去啦。咁另外一个伎俩咧，就系佢将佢自己基因咧改变咗。 以流行性感冒为例，病毒表面膜有H型蛋白 ，H 型蛋白可以决定病毒感染边一类细胞，以型类分 ，H1至3出现喺人 ，H1至15出现喺禽畜。假若病毒喺禽畜中大量繁殖，系可以引致 H 蛋白内有基因改变，又或者有机会同人类流感有基因交换，形式好似洗牌咁样，变种病毒可以非常致命。 97年，香港发生咗禽流感 H5N1， 导致18人染病，6人死亡，烧毁禽鸟160万只。好在及时得到控制，制止一场灾难性疫症蔓延。禽流感使到香港人深切反省。 知道净系治疗传染病并不足够，喺好短嘅时间里边，有关当局已经建立咗一个好紧密嘅禽畜监察网，亦都同时加强咗喺人类监测流行性感冒嘅工作，同时亦都使到业内嘅人士对禽畜业嘅卫生有更大嘅承担。难怪本地猪农黄先生早排听闻马来西亚有猪场发生疫症。 人猪两忙，佢就第一时间加强管理农场卫生。喺饲料方面，要求多啲加入蛋白分量，定时为猪只打防疫针之外，最近仲多咗留意引种同埋抗病嘅问题。嗰个引种嗰度咧，我哋要好小心。喺引种嘅来源地系咪有呢个疾病嗰个传染？
會唔會話喺引種嘅時候咧，將嗰個病源咧都帶到嚟我哋嘅豬場？因為咧，如果係單單純係話攞佢嗰個酮體嗰個肉質嘅咁樣去培植咧，冇考慮到嗰個抗病能力咧，都係失敗嘅。好似地上呢個地方幫你捉蟲蟲好冇？好啦，好叻嘅喎。禽流感之後，衛生署已經加強咗人嘅流感監察網。有關醫療單位遇到病人有發燒、喉嚨痛、咳嗽嘅感冒病徵，就會抽樣取板嚟做化驗。收集嘅資料可以睇到香港人口嘅流感趨勢，而流感病毒嘅分析數字仲會交俾世界衛生組織統籌，貢獻全球聯網嘅傳染病控制工作。因為每一年咧喺冬天入之前咧，佢都會係作個預測，睇下一個冬季流行嘅係咩類型嘅流感病毒，以便咧藥藥廠咧係製造咗疫苗嚟預防呢個流感嘅。漁農自然護理署喺去年底亦成立一個豬嘅血清庫，每三個月由屠房拿取樣本，每個樣本有清楚記錄，萬一有事可以跟查。至於點會喺禽鳥嗰度亦都做監察咧？要知道禽鳥流行嘅流行性感冒病毒係乜嘢型號？知道咗之後咧，如果喺人嗰度發現嘅時候咧，當然係指出呢個病毒咧係由禽鳥嗰度嚟嘅，再代表性咁樣揾得出究竟呢啲病毒嘅基因咧有冇改變到？咁有血清庫嘅血清咧，我哋會可以儲兩至五年咯。我哋就會定期做一啲化驗。咁譬如一啲簡單啲嘅病，好似流感咁啊，我哋可以喺即係青山化驗所做啦。咁但係啲比較危險高啲嘅病咧，我哋一定要寄去俾第二啲國家，譬如Nipah virus 咁樣啦，最近發現嗰啲，咁我哋就寄咗俾澳洲嗰度做。要做好預防，就要做好禽鳥嘅監察。現時每日大約100,000隻由敏感度入口嘅雞，都要有一定嘅檢驗程序。每1000隻會抽14樣本測試 H5 病毒。運雞車亦要加封，確保整批雞隻數目冇變，然後運到長沙灣批發市場，等候測試報告冇問題，先至可以出售。好，OK。呢批就係5月嗰批。係啊。有冇話死亡好犀利啊？至於本地農場，由於有雞苗入口，雞苗太細隻，驗唔到血，所以每個半月就要接受農場衛生組嘅查察。咁我哋主要睇一個雞嘅眼神啊，係咪好精靈啊？有冇啲容顏面有冇水腫啊？後邊屁股會唔會話黐黐立立啊？通常咧，我哋譬如如果咁樣樣洗，即係搬完一批雞，每一間個唔同啦，搬完呢批雞咁之後咧，我哋又會將間屋淨化咯，由得佢唔入雞住，一個禮拜至10日到，咁又再噴曬消毒水洗曬佢，又所有氣窗啊閂埋都全部閂曬佢，噴曬消毒水去清潔咯。禽流感之後，由於對新病毒特別警覺，於是陸續發現有 H3、H6、H9 病毒。香港病毒學權威邵力樹教授最早提出禽鳥病毒和人類流感息息相關。在發現 H5N1 之後，他正專注在 H9N2 的基因排列研究工程。基因中少許變動都足以令病毒轉移他對人類的傷害程度。In that the H5N1 virus seems to be spread mainly in the fecal material of the bird, whereas the H9N2 virus, it seems to be spread not only in the fecal material of the bird, but also possibly by aerosol, by droplets.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 and this helps us to sort of weigh up the likelihood of situations. 邵力樹話：南中國農民飼養水家禽嘅模式是一個自然流感病毒的溫床。由於大多數病毒來自候鳥，候鳥會在魚塘排泄，糞便內的病毒於是感染水鴨。鴨場附近若果有雞、豬和農民，
病毒基因就容易有交換機會。鵝鴨已經分開屠宰，但係街市仲係同時售賣活雞同埋禽鳥，人禽接觸密切。面對香港獨特嘅環境同埋食用文化，係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前線衛生，將殺雞設備劃一化，減少同呢個活家禽接觸咧喺個上策。咁所以咧，從呢個公共衞生立場嚟講咧，我哋係支持呢一個中央屠宰。咁希望咧，同呢個中央屠宰嘅成立咧，我哋就避免咧市民咧去接到活嘅家禽或者係家禽嘅糞便。但係歸根究底，人類始終係自然生態環境嘅一部分。要控制傳染病，我哋要保持生態平衡。對於動物嘅生態環境，我哋要有充分嘅警覺、充分嘅保護，好好地咁對佢哋，咁樣人類嘅健康就有更大嘅保障啦。